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山哥。我现在在拉斯维加斯的西南新区。西南新区这个位置是 Rainbow 彩虹大道和这个 Blue Diamond 啊蓝钻石路，一个是 Boulevard，一个是 Road，一个是道，一个是路，这个交界处。这里是拉斯维加斯西南新区最新的一个区域啊，现在这边全都是新的、新开发的项目。啊，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Blue Diamond Road 的这条路啊，我现在是在这个 Rainbow 跟它的这个交界处、交口，这边可以说是车水马龙啊。现在是中午12点钟，并不是上下班的早高峰时期。这边有一个沃尔玛，这个沃尔玛已经开了2年，哎，2、3年了吧，应该也是新的。这条道路现在已经成为是主干道了啊。西南区的一个主要干道，原来没车的，现在都是车，房子都是在那个马路边上的里边靠里边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边，哎，这个酒吧给拆掉了，这边原来是个酒吧啊，给拆了。这边有个沃尔玛，啊，现在这边都是车。这个地方到晚上下班的时候啊，5、6点钟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多的啊，车是非常非常多的。这边有个沃尔玛，我就不过去了，给大家看一眼。好，我走过去吧。这边有个大的沃尔玛。这个沃尔玛和另外一个Rainbow 彩虹大道和215高速公路下边那个沃尔玛只间隔了差不多2个迈，2公里，差不多3公里吧，2个迈，对，很近。所以说生活在拉斯维加斯是很便利的啊，就沃尔玛特别多。我发现一个问题，沃尔玛特别多，在拉斯维加斯啊，这个沃尔玛超市跟山姆俱乐部啊，非常非常多的。那据说这边还会再建一个沃尔玛，还有个 Costco 在西南区那个 Buffalo 那边，所以说在这个地方生活是非常便利的。它主打的就是一个便捷，而且到处都是商业圈、商业广场。而且发现拉斯维加斯这个停车场啊是非常大的，但它有个缺点啊，没有停车楼。拉斯维加斯这个停车楼特别少，而且很多地方是没有地下停车场的，都是停在这个上面啊。所以这个他应该考虑一下，这个拉斯维加斯这个气候、这个天气，他应该建几个停车楼或者是地下的，因为地上多晒呀。这个他应该考虑一下。啊，这可是沃尔玛，我就不过去了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周边环境。这边盖了好多的这种仓库，现在西南区啊，也建了好多这种大型的仓库，还有厂房，原来是都在北拉斯维加斯，现在都往
西南这边盖了，现在盖了好多呀，因为西南区的空地还是有很多的，所以他们现在也是在利用这些空地盖一些仓库，盖一些厂房。现在据说 Henderson 还要 有一片大地啊，一片大空地要盖一片的房子，还是要往这个再往南扩，西南扩，扩到那个 Prime 那边啊，就是拉斯维加斯内华达州跟加州的交界那边，还会再盖一片一片的房啊，产业园，还有再盖一个拉斯维加斯的第二大机场，也会建在那个拉斯维加斯内华达州和加州边境的那边，但是那个机场据说要在2027年才能开工，当然也是个好事情，好消息了，因为拉斯维加斯现在这个哈德里德机场已经不够用了，航班太多了，今年9月份开始又多加了好多航班。我们看一下这边啊，还在盖，这边全都是新的，全都是新的，所以说拉斯维加斯啊是一个潜力无限的城市啊。现在很多的产业啊，包括加州的、德州的、纽约的，都往拉斯维加斯开，都转移到拉斯维加斯了，要不然他不会建这么多的厂房，建这么多的仓库，那个原来的都是大空地，现在全都是拔地而起啊。你看这边也在盖，这不知道盖什么，这应该也是盖商业广场。那这也是盖一个小的 plaza， 应该是盖个 plaza。哇，今天风挺大啊，所以我这边生意可能会潮一点。哇，你看在这边还文明施工啊，在浇水。就这个还有灰尘啊，刚才起这风一下啊，吹了我一下，全都是灰。今天就扫街给大家看一下拉斯维加斯的现在发展的一个现实状况。这边还在盖，哇，拿这个铁栅栏给拦起来了啊。这边就是 Rainbow 彩虹大道，往西南啊，最南边走。现在这边也住了好多的中国人，原来这里什么都没有，这都是空地，原来这都刚盖起来的，很新呐、啊。左边就不用说了啊，正在建。不过它这速度是挺快的，这还不到一年就盖完了，这也是在美国来讲啊，这个奇迹。可能都是私人的吧，只要不是国家的啊，就会快一些，私人的肯定会快，国家的就很慢了。联邦啊，国家的政府机构盖的，比如说修桥啊、修路啊，盖个 building 啊、盖个楼啊，都很慢。私人的这种建商的话，他就会盖得很快，因为他着急嘛，他着急出租嘛。你看这边一大片啊，这前面还有，这都是新的。拉斯维加斯现在不只是一个赌博业为主的一个城市了啊，它现在有很多的产业。因为从2019年到2020年这个疫情爆发以来啊，这个压对拉斯维加斯的这个整个大环境、大形势都有一个改变了。州长当时的这个加州州长啊，内华达州长，我口误啊，内华达州的州长是希索拉科，他就说了，拉斯维加斯通过这一次啊，一个大考核、大考验，一个新冠病毒，就能发现拉斯维加斯不可以只走这个赌博业了、旅游业了，要全面发展，因为对这个拉斯维加斯影响太大了。你想，他这个新冠病毒一来啊，整个赌场啊全关门啊，整个拉斯维加斯都停歇了啊，都停止了，所以从那一刻开始，拉斯维加斯就要转变路线了，就全面发展，不能光靠赌博业跟旅游业了。
然后就有了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这一幕啊，到处都是仓库，到处都是工厂。现在拉斯维加斯西北边北边盖了好多的工厂啊，大大小小的工厂，就这亚马逊就有六个大仓库。这边不知道是会有什么，但是应该都已经租出去了，要不然他不会盖。你看这边还有个 Dollar Tree 一元树啊， Dollar Tree 啊，九毛九店没了，现在 Dollar Tree 还有。 Dollar Tree 好像是九毛九店的旗下的品牌啊，子公司好像是，昨天刚看的新闻。你看这边还在盖，里边就不走了。你看这边以后车子会很多，他一建了这些仓库啊，这些厂房啊，他一定会很多车子。以后平时上下班的人就也不少，因为住在里边的人很多。这里就是拉斯维加斯的西南区，这边是正儿八经的西南区。这个地方呢，又叫西南区，又叫 Enterprise 啊，恩特布莱斯啊，翻译成中文。在还在工作，工人们，建筑工人还在辛劳的工作啊。这个这一片啊，估计年底能完工。现在是八月份了，那估计还有两个月左右就差不多了。这边好多都是商业，后边都是房子。拉斯维加斯就这个特点啊，马路边上都是商业，里边才是房子，才是人住的地方。你看那里边都是房子。所以说现在在拉斯维加斯找工作其实是比较好找的，因为机会很多。拉斯维加斯的现在就业机会、创业机会是非常非常多的。一是一个潜力股，二呢它是一个在蓬勃发展的一个城市。像加州啊，很多地方啊，一些大城市已经没有什么可发展的了啊，都饱和了。拉斯维加斯还有发展的空间，它很大。为什么这个高铁，加州到内华达的高铁选择在加州和拉斯维加斯呢？也是美国第一条真正意义上的高铁。为什么当初没有选择在旧金山那边呢？湾区那边呢？当时规定啊，规划的是湾区到洛杉矶，但是后来经过考量，最后选择了拉斯维加斯到洛杉矶了。这就说明拉斯维加斯有一定的潜力，而潜力是巨大的，人口在增多，然后就业机会很多，然后离加州离洛杉矶又很近啊，才四个小时的车程，这都是它的优势。而且它这个州的这个税收等等，物价成本、生活成本都很低。它就算是发展到500万人啊，1000万人，它的人口以后，它的物价、生活成本也不会很高。它一定要跟加州是要有区分的，要不然它怎么能吸引人过来呢？对吧？这个明眼人都看得明白。好，这里就是拉斯维加斯的西南新区，我们下期见。